谁懂我呀？冰姐冰笑，被三个爱人笑死了。这肉眼可见的紧张。深呼吸，深呼吸。他真的好紧张。看看这三人，我不行了，一人一个动作手势。我放右边。那我就放左边。那我中。哎，千子老婆呢？那我擦裤兜吧。而王一博呢？突然被 TO， 立即立正站好。谁在叫？这里要被王博笑死。一开始以为他是在确认是否站这里，原来是有人让他站中间，他说这里就可以了。太可爱了这个动作。所以最后画面是这样的。自己单独一条队了。三步走成一步了。